在我手上这个是烧西地震作业簿，非常稀少，全宇宙限量23本而已。然后上面有我们几位演员的签名哈，这个很珍贵哦。还有这一本是我们两个人做的哦。对，啊，对，我们两个人找朋友一起设计的，然后送给工作人员，自己去工厂下定。认真的吗？是我们两个真的真的送给大家的。这个公关品是我们俩做的。那人家主播他们要做些什么呢？你们太认真。还有这个，还有 chocolate BB pure 的这个维他命哈，棒的东西哦。那我们要请大家问问题，首先我们就从广城这边开始问，好，大忙。他问完问题之后呢，会的就举手，然后就上来回答，答对就送你礼物，好不好？答错你就死定了啊！这么严重？答错就直接出去。不一定是跟你讲，说回家。对，这种 VIP 也是多难得啊 ！VIP， 想必他们应该会对下来来解惑。钟少熙最喜欢在炎帝镇后面几公尺有几公尺？哇！专业专业专业，你来选一个，一個你 Q 你 Q， 你可以 Q 一二三。好，我们再找一二三，哪一位？头上有眼睛的一个，没有人有眼睛，帽子帽子，帽子，帽子，哎，就黑色帽子，黑色帽子，戴着，黑外套，黑外套，哪一位？黑外套，对对对，黑外套，上台上台上台，哎，你的帽子蛮好看，为什么帽子看成眼睛？他那个在反光，来来，请下一下。好，要回答问题答对才可以啊、哦！来，请上来，请上来，上来聊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来这边。好，请回答。耶！哇，他刚才你答对吧？他担心你会答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把礼物送给他，两个可以一起来，我们这边摄影大哥帮我们照一张，好不好？来。哎，恭喜你哦！今天还故意穿了王子的品牌到现场，只是说这个帽子，谢谢。好啦，开玩笑啦，你喜欢啦，都不太喜欢，这一说话走了。好，接下来观看，来你们出个问题吧。好，出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。在戏里面真正喜欢的人是谁？哇，有一个那个牌子的，光看那个。取你牌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光看后面有没有写别的名字？我看一下。光子。一板两用。一板两用。哎，他真的就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好漂亮。是一整房真的有哎，一副一整房子。听说连女性工作人员什么全部都超爱他。来来来。好，答案是。恭喜你答对了，恭喜你啊！大家分享给你，先分享给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然后两个人再砸一砸。不要故意放我的恭喜你啊！好，接下来心里帮你来出题目。那个抱头痛哭是因为什么事件？不是合体吧？是那个在军下公园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李如萍就是强强的。怎么这么干啊？出题前准备先想清。黄心碧也强强。你要等一下播出时间再重看一下。好了，就是我们啊，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重来一次，跳下跳下啊！就是李如萍跟钟少熙第一次抱头痛哭是为了什么？我不要讲。好，来，来你 Q 你 Q， 来手机放下来，数到三再举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哇，都好快哦！好，后面那个好了，摇晃手机那个，这也是一个招。你在那边做些怪动作，在那边更大声告诉我们答案，大声告诉我们答案，答对就可以上来，好不好？又吼的，又吼，背面日记啊，日记背面，日记背面，这样就算对了，恭喜答对。好的，来来来，来我们先这边颁奖，然后王子，可以来。我觉得我要出一题非常非常难的，连少熙他刚都不知道答案。
这么硬哦，真的有点硬哦。好，来来合照合照。好的，谢谢黄姐，谢谢。很难的，很难哦，真的要看得非常仔细。连中哥都不会，连中哥都不会，搞不好在现场没有人会。哎呦，不会，真的很难。该不会是场？那如果没有一个人答出来，你就出去。就是大毛在戏里是几公斤？有人知道哎、欸？可是这个是在我很长串的台词里面，竟然有人可以立刻举手？这个哇塞，刚刚有立刻举手的他，太疯狂了！很多人举耶，至少有8到10个人。哦，所以你们真的是厉害哦！你们记忆过人的，真的。所以你要选谁？我选他。马上举手的就是他好了，好，大声说出答案。干，答对了，哇塞，真的看得很仔细耶。怎么这么看的时候，真的是蛮厉害。问他看了几遍？哎，对，你是不是2刷3刷？哇，那我现在不要问那个什么考题的那个密码。恭喜你啊！好夸张哦！好，接下来悄悄抱不住皮。好，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出什么。嗯，所以。不然。那大毛几公分？你说也太没有，但是你没有讲过，没有讲过。不然这样非常好，选择题。好，我每次都比谁快，或者是谁对。那我今天比谁运气好？哦，谁猜的比较近？你跟我讲多少？好。好。Okay.对不起，我在激动。A 呢是187 ，B 呢是185 ，C 呢是184。哎，这太难了吧！猪呢是182。好 ，A、B、C 猪。哎，给大家一个那个比例尺，因为我158.7。B 是185 ，C 是184，都忘记了。你眼神在求助个屁啊！你就是这样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182。B 是182。不然你就直接告诉我182好了，不用讲 A B C 就好。不负责任的家伙，你完全出问题。而且最扯的是，我现在已经忘了他刚跟我说的东西。那他自己公布，他自己公布。光吃你还记得吧？来一个，你选吧。好，哎、欸，有男生哎、欸，有男生，女孩们，我们给男生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今天因为那边有一个男生，好，那就你猜猜看，你猜猜看，那个钟摆会把什么带来？是悲哀的钟摆。185。我想想，好像是。好厉害，你这个刚才马上超了100。对，怎么这么强？你是猜的吗？是猜的。猜的，真的假的？只能一人去签奖，来不及被走了。